镜头稍等下台湾来看选这个总统的选举，蔡总统顺利来连任。外交部讲，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，也即是国际组织，以贺电，也即是贺函来祝贺中华民国的大选顺利完成。啊，蔡总统早起嘛来展开着接见的行程，希望会当直接来签署着台湾甲美国双边经贸协定。蔡总统成功拼连任，选后连续两天，礼拜甲拜伊拢有接见的行程。礼拜先接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，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了后，拜伊透早伫总统府接见华府智库、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甲印太战略访问团。非常感谢各位关心台湾，在第一个时间给台湾最大的支持。除了对国际关心表达感谢，也强调台湾是印太地区坚实的民主伙伴。台湾跟美国、跟澳洲是印太区域的坚实的伙伴。那么过去3年多来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合作。另外也有目标。去年呢，美国的国际知名的企业也都纷纷的在台国资扩大投资。那我们相信，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将带动双方经济成长，那么创造双赢。我们也会持续朝这个方向努力。总统立委选举结束，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，或者是国际组织用贺电，或者是贺函，祝贺台湾大选顺利完成。